我们要搭乘日本航空从东京飞往大阪的头等舱。上一集有开箱头等舱的贵宾室，可以点击资讯卡观看哟。
ながらございます。ご到着出発に際し、飛行に必要な書類の搭載に時間を要しましたが、皆様の出発が遅れました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す。チェックアウトのところ目的地伊丹空港へは午後8時35分ほどの到着予定しています。先方との結婚の全空港と呼ばれます。来说一下这次搭乘日本航空头等舱的心得啦。这次很特别，是从日本的东京飞往大阪这样子，然后呢航程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。那我觉得它的服务非常棒，座位也非常舒服，它座位的那个椅垫很舒服了。然后躺平的话呢，虽然不是全躺平，就是会弯蛮弯的这样。然后电视有动画电影可以看，还有很多就是日本节目。那它的语言也可以选繁体中文，饮料也有可以选择茶、热咖啡跟香槟等等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次搭乘的体验啦。然后我们还有开箱头等舱的贵宾室，可以去看看哟。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忘记帮我按下订阅哦。那喜欢日本旅游的影片呢，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播放清单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